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爱情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还有上访的，谢谢啊！我目前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自个儿还保不了呢。哎，什么话这叫？谢谢吧。刚才是岳云鹏、孙越，俩人说的叫《白蛇传》。是。岳云鹏是我徒弟，嗯，孙越是我师弟，哎，啊，孙胖子，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哎，相声世家。对啊，这个孙子，这个这孙子，这像话吗？应该是啊，叫外孙子。嗯，你比较措辞严谨。哎，对，两人合作的很好。嗯啊，台上来说啊，大伙说这俩人怎么拎呢？嗯，按说是小爷儿俩。对了，因为孙越跟我们是一辈儿的，是，但是呢，俩人好，嗯，所以说算小哥俩。哦，这么拎，挺好。嗯啊，人就得这样。啊啊。把自己的辈分降下来摆一齐了，嗯，方便沟通，哎，人缘就上去了，是不是啊？嗯，挺好。我们哥俩也是如此。嗯，既是哥俩，嗯，又是最好的朋友。对，我朋友不多。哦，我仨朋友。是吗？一个普通的，一个文艺的，一个他。啊，啥不你少来这套啊，您这叫骂人。这个实话实说啊，嗯，我是很愿意跟于老师在一起的，都一样啊。见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您又客气，人家比我条件的方方面面都强得多。没有，模样相貌都比我强。你客气，你看人家烫着头，我要想烫头稍微麻烦点啊。对，得长些日子啊。身材也比我强，身材到了，比我高一块。哦啊，我也就是凑合了吧。啊，可以，长成人这么标准，这个。嗯，你比我高多少呀？我是，啊，你带尺了吗？咱们量量。没有，没尺。有尺吗？没有。这个无耻之徒啊，这叫什么话？这无耻之徒用这儿啊？反正是在我心中，您是已经接近完美的人了。呵，还完美、啊？有的时候在节目里边啊，我老觉得对不起于老师。啊、您别客气，拿老爷子开玩笑。哦，说说嫂夫人。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嗯，站在台上，他必须要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对，你说你说谁呀、啊？是不是？嗯，而且我们是靠语言来模拟整个环境，是这个不像演小品哦，小品就好办了。怎么？咱俩人演一小品，嗯，我粘个胡子，演个老爷爷，是你演我孙子，嗯，我们俩人，哎，你先等会我接你下学，我就不接什么下学呀、啊？还，咱这还踏踏实实说相声挺好啊。为什么不演小品？这个演小品辈儿下去的大点儿，嗯。一点意思都没有。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嗯，所以说台上说的竟是假的。对啊，嫂子怎么怎么着，那都瞎说，不是真的。真事哪能有那？嫂子多漂亮，多好。嗯，还行。嫂子呢？嗯，你馋了是怎么着？什么毛病啊？你这是不是嫂子是真好真好啊？这你要说什么呀？长得很漂亮啊，还行。嫂子那个头跟她差不多。哦。女的要长这个儿就够瞧的了，这就显出来了，大眼睛，嗯，尖下颏，哦，好多演员女演员的下颏都做出来的，嗯，磨嫂子天生长得尖下颏，嗯，大眼睛，哼，嘿，每次看见嫂子我都想想，葫芦娃会来救我的，哎，好嘛，碰上妖精了是怎么？狐狸精，不许美化他，哎，这好，我这还美化他呢，嫂子人厚道。啊，人不错，疼人，嗯，多咱都是一见面，咱们客气气的，啊，嫂子好，哎，老嫂比母，小叔子视而不许开玩笑，老话儿啊，嗯，嫂子好，嗯、嫂子也是特别慈祥，哎，哈，辛苦了啊，哎，哪天上家吃豆腐去 啊？这叫什么话？哎，你先等会儿，这叫什么话呀、啊？会炒菜，会炒菜，麻婆豆腐做的最好，我那厨子小姐跟她媳妇最好，哎，好嘛，嗯、哎，上家麻婆豆腐。哦，经常就是上家去给你弄几个菜，嗯，尝尝这个，尝尝这麻婆豆腐，哦，是，谢谢嫂子哈，嗯，吃吃，爱吃吗？爱吃，嗯、啊，行，吃，你甭管归置，搁那儿啊，哦，别洗澡吧，啊，什么？哪儿就洗澡啊？
新买的大冬枣。你怎么找的这玩意儿啊？这在你的那个天什么什么啊？这行了行了，在那儿有啊，那儿种老实人啊啊，到后台孩子们也是，谁见着都客客气气的。嗯，您好，哎，您快坐。嗯啊，人敬人高一尺，对，是不是？嗯，当然了，他有时候也闹脾气，谁没有个脾气？嫂子坐在后台那天，眼泪吧嗒吧嗒的。哟，怎么了，嫂子？问问，跟谦哥打起来了？嗨，没有啊。不是，不对呀、啊。嗯，没看你哭过呀。嗯，因为什么呀？没有，没事儿。今天买东西，嗯、跟那售货员闹别扭，还跟外人。谁欺负你了？您这么厚厚道道的人。嗯，嗨，别问，你说说。哎，我给你找去。您得听听。我跟他那儿买东西，我客客气气的跟他说。啊，他让我滚。你这是有点欺负人了。你告诉我是哪儿啊？我找着去。你别惹事儿了，你了啊！不让去是，反正我也长记性了 啊！以后我再也不去麦当劳买皮鞋了。哎，嚯！甭说滚了，打出去都不多，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可有在那儿买皮鞋的吗？挺好啊，没事经常带着儿子上后台来。是于老师的儿子，大伙也都知道，可爱之极。对 啊，有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人没样，怎么了？同着孩子抽烟什么的。嗨、啊，我也老说他别抽烟了。嗯，孩子这才多大，你见他抽烟他受得了吗？嗯，自个儿也说也是哈、啊、我这个你们老劝我，我自个儿想也确实是，确实我准备痛改前非啊。好、哦、你们给我问问啊，哪家孤儿院不错？哎，嚯，要把儿子送出去是吗？啊，他是改不了了啊，啊，把儿子弄走，挺可爱，孩子非常可爱，好，见谁就喊，让说话就说话，对，这样的孩子最可爱。哎，有那孩子来抱抱，呀，哭得跟要死似的，不让抱，讨厌了。嗯，他这孩子没有，见谁都乐，高兴，见谁就乐，让喊就喊。嗯，虽然说小孩吧，说话跟大人是一样的，说大人话，关键是家大人管得好。嗯，哎，叫人喊、嗯，说话打招呼，走，说再见，是哪句话不对，必须要改。嗯，这个非常好。对，那天在后台也是，嗯，领着来三口人，领着孩子，我看见可高兴，我喜欢小孩，嗯，真好。哎，几岁了？嗯，五岁。哎。冲，哎，五岁有个利落劲儿，真好。我问你，嗯，这个你爸爸最喜欢谁呀？啊，喜欢我。那对了。妈妈喜欢谁呀？啊，喜欢王大爷。哎，嗯，这叫什么话呀、啊？于谦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了。当然了，记住了啊，记住了。说什么？比爸爸小的叫叔叔。哎，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这事儿吗？说的。对，我不懂这个，你们家规矩大。哎，对，我们家没什么规矩啊，您这么一说。规矩大，嗯，跟嫂子好好过。那是。白头到老。挺好。因为您之前您这个爱情经历实在是太惨了。我啊，封建家庭，小的时候他爸爸还给他找过那叫什么娃娃亲呢。嗨、哎、小时候。就家大人也糊涂。嗯。他觉得跟他不错，行，挺好，嗯，咱哥俩相好，嗯，闺女儿子。成两口子吧，定下来吧。你们愿意？你问孩子吗？就是那年他十四，嗯，十四的孩子懂什么呀？真是，对吧？女方49啊，嚯、啊，我找一干妈呀，是怎么？后来没成吗？那成不了啊。这是到后来自己又找一女朋友，哎，找也没成，那也没成啊。后来成他舅妈了，嗯，我都挨着什么人呢？这是，嗯，也没辙，反正为这事儿净着急 啊。到后来。倒是也有过一个朋友跟他不错、啊、交往一段时间挺好、嗯、一直到交往到某一年的那叫什么呀、嗯、情人节哦啊，那女孩哎谦儿，咱俩做个小游戏啊，你瞧哎，咱俩谁要先搭理谁谁就输了，哎、啊、都不预备开始，好，三年没理他，哎，三年，三年之后谦儿找我去了，嗯，哎，你说我是不是让人给甩了？哎，多新鲜呢，刚明白过来呀、啊，我说你这个智力啊，实在是没法说啊，说不了，自个儿出去散散心去吧。就是甩了，也苦恼，也苦恼，找了一个踏青的地方。哦，哎，北京的北边有一公墓啊，我上公墓踏青去，散心吗？那能散什么心呢？三四月份，嗯啊，这个柳条刚绿的时候，哦，自己跟那散散心，清明节，看看我自己到底差在哪儿。嗯，为什么女孩不爱跟我呀、啊？是来回溜达溜达。心里郁闷呢、啊。哦，哎，寒露清冷霜染秋，
落叶飘零北风嗖，长空雁叫寻石偶，日照孤影上空楼。哎，唱两句，唱几句表达自己的心情。嗯，猛一回头，这是怎么了？这儿坐着一个女孩，这要闹鬼吧？这是坟地里头有，马上就看一女孩。白天，白天，哦哦，女孩这烫着一个挺好看的头啊，哎，这儿叼着根烟卷儿，嚯，这儿拿着一瓶啤酒，这太有夫妻相了，这个啊，于老师都愣了，啊。哦，嗯，点一个，女孩也乐了。女孩这范儿怎么那么像我大爷呀？叼着烟卷呢，啊，嚯，吐烟圈，嚯，于谦儿，哦，这也新鲜，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瞧，爱看。女孩说：“啊，爱看啊，啊，又来了，哎，嗯，我也来一个，我也来一个，啊，他也，我也学，哎，嚯，隔夜的都吐出来了，您这女孩乐坏了啊，啤酒打开了，哎呦，先喝一罐，嚯，说点什么好不好啊？四目相对。”啊，就看，越看越顺眼。哎呀，于老师叼着烟卷来回走柳啊。嗯，我得跟他展示一下。嘿，你瞧，嘿，高兴。嗯，女孩乐呀，就爱看我，乐的都不行了。是，谦儿高兴。嗯，乐什么呀？真是，嘿，分位脚底有屎。哎嗨，哎呀，你早说呀你。于老师很尴尬啊，多新鲜呢！啊，我还蹭裤子上了。聊会儿吧，啊，特别喜欢你啊！哦，我觉得跟你投脾气是。女孩说：“是啊。”嗯。哎呦，还吐呢啊！聊聊吧。嗯。有对象吗？我没有啊，没有啊。那咱们交往一下吧。啊，交朋友。你瞧，人跟人谁跟谁好，不用多说哦，一对眼当时就行，清盖如故。走吧，咱们。离开这个公墓，哦，走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对，我今天听电台说了，啊，今天晚上有月食，哦，天狗吃月亮。对，咱走，咱走走走走走走，看看。当天晚上八点半，嗯，两个人肩并肩手拉手，嗯，坐在八宝山西墙外。哎，就出门就坐下了，合着。俩人啊，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哪有花前月下呀？怎么呢？那花圈不算花钱。哎呀，好。鲜花嘛，那得那也是花钱了啊！哦，不花钱谁给你送这个？嗯，那倒也是，啊，鲜花丛中俩人高兴啊！哦，哎哎哎哎，怎么着？没了没了没了！哦，怎么回事？嗯，月食，天狗吃月亮，民间叫天狗吃月亮。对，太阳、地球、月亮在一条线上，对，挡上之后那个阴影重叠，好像是把月亮吃掉了。是，女孩还哎嗯哎，这月亮没有了。对，谦儿高兴啊。哎，就别抽了，天狗把月亮吃了。哎，对，哦，还抽，哎，啊，又出来了，出来了，嗯，啊哈哈，是，叫行，肺癌死了，你们看见了吗？啊，刚才是天狗把月亮吃了，对，现在是天狗把月亮又吐出来了。哎，哦，天狗也蛮浪催的，啊，这叫什么话呀？这不咸的吗？你想想哪儿那么粗俗 啊， 啊！一会儿吐，一会儿那什么，真好，真好，真好，好！不知不觉，两只手拉在一起，你瞧瞧，高兴。嗯，谦儿很感慨，是我今天特别高兴。哦，你哎，对，趁早掐了。哎，想起一句话来说，嗯，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嗯，另一扇门就会打开。好，女孩点点头。嗯，你那个破车什么时候修去？哎。哪儿那么形象啊？说的，这说这意思 啊， 啊！上帝开开一扇窗户，那扇门打开了吗？有这么句话，老话。打这儿起啊，两个人可就交往起来了。哦，终于有一天，嗯，谈到了见双方家长。
啊，这是得先见见你父母，这是进展呢，这是必须的呀啊！家里一说，高兴坏了，嗯，尤其他母亲，嗯，老太太这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高级讲师，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对。我对这个老太太敬佩的都不行了，有能耐。每次上家去，老太太都是写东西，嗯，戴个眼镜儿，那咱不懂，反正都写那个外国字的那个。哦，家里一来人，老太太摘眼镜儿忙活，嗯，上家来了，嗯嗯，啊，家来切了，快坐上去。嘿，烫两猪就炒俩鸡蛋，得吃饱了，谁吃不饱谁是王八蛋。这什么话啊？这是，嗯，我妈改赵丽蓉了是怎么？就这么一个可人疼的老太太。啊，倒是亲戚啊啊！这一说，家里来人高兴啊，都准备好了。哦，到中午，女孩上家来了，来吧啊，上家来就捯饬的挺稳当，挺规矩的，应该的，换身挺朴素的衣服。嗯啊，一进门，啊，伯母好，嗯，伯父好，都见着，怎么还抽啊？都客气完了，就该抽烟抽烟了呗。哎呀，这就恢复了啊，坐在那儿了。哦。他爸爸老封建啊，是看看女孩，嗯，把脑袋就低下了，看不，干嘛？我爸系鞋带呢，是怎么？低下啊，这是低头啊。老太太照顾，快来，快坐这儿，去喝水啊。嗯，这个姑娘头回来，是家里都挺好的，都挺好。你爸爸是干啥的？哦，那个我是单亲家庭，哟，跟妈长起来的。嗯，哦，哈，这闺女，对不起啊。没见过你爸爸，嗯，没见过，跟我妈长起来，哦，嗯，啊，家住哪儿啊？住那个前门，前门一带。哦，他爸爸把脑袋抬起来了，嗯，我听见前门抬脑袋了，前门什么胡同？胭脂胡同，胭脂胡同。你妈叫什么名字？那个哟，您是问这个问住了。嗯，子不言父，女不言母，还客气。孩子不能说父母的名字，没关系。我妈有个外号叫一枝花。哎，这是好人吗？这个，他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这手拉着气儿，这手拉着老太太啊，奔里屋干嘛？门关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说，我当年年少轻狂啊，我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吗？啊，这姑娘是我私生女。哎呀，啊，儿子，你不能跟她搞对象。哦，你们俩同父异母。你看，这是跺着脚哭。哎呀，我好容易找一合适的，你这怎么办呢？伤心呗。老头也哭，他也哭。啊，老太太脸都青了。你看，气的。十分钟。嗯，没事。怎么，天儿啊？啊，你就跟他搞。为什么？你不是你爸爸的。哎，嚯！我们家多乱呢，这得。哎，一天云散啊，这是没事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有他解决的办法。废话，头了事儿可大了，这个头了那就顾不了了啊。人生原本如此。你举个例子来说，今儿来这么些人听相声 啊，有爱听的，有不爱听的。是爱听的说了陶冶情操，嗯，不爱听的你们这很俗很正常，嗯，切入点不一样。哦，泰坦尼克光沉了，你对那人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就是灾难。船上餐厅里边那些活龙虾，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嘿哈，您这怎么琢磨的？这是，所以说这看事儿分两头看。您这太大差离格了。您这之后这不也过得挺好吗？啊，就过上了，对吧？啊，这一结婚了，你嫂子也不烫头了，把头弄好了，啊，天天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着，啊，好好弄孩子。带着儿子郭小宝，一家三口。你先等会儿，你又乱了。这我儿子叫郭小宝，列位看出咱这为人了吧？怎么了？做好事不留名。哎，这什么好事儿？这是多可爱，郭小宝。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我对您有一点点小意见。您可以提。你对于啊，就算是你儿子啊，什么叫算是？就是对你儿子来说，你有点偏疼了。溺爱吗？溺爱了，过分了。是吗？该管得管，哦，得管啊！该管得管。这孩子有时候没见过你这么宠孩子的，我你是真当自己孩子，等于是啊。那本身就是我的孩子，你这个心态非常之好，我告诉你，这跟心态没关系。哄孩子玩都没人样了，怎么了？爷俩在屋里跑啊，小孩跑一身汗，衣服全脱了，一丝不挂，光着，他竟然能够配合，这我怎么配合？跟孩子高兴，他也脱了啊，我爷俩跟屋光着屁股追，哎呀。我看见过呀，您还碰上了？一推门，嚯，嗯，嚯，爷俩撞山了，什么乱七八糟？哪儿有山，怎么就撞山了？
这爷俩撞定了。哎，这嗨，挺好啊。要一出门演出，于老师算活不了了。怎么了？舍不得孩子呀。哦，说明儿咱出门啊，走十天，嗯，当时就算死了，这不行了，舍不得呀，舍不得，难舍难舍。也别说有办法，嗯，家里有那个 iPad， 啊，里边传一张于谦自己的黑白照片，这干嘛呀？想爸爸说看看吧。哦，看这个，他拉着箱子走，嗯，孩子后边抱着这个，一路好走。哎呀，我多丧气，我这个出门在外一天得打八个电话，联系联系，儿子，爸爸想你了。嗯。嗯，哎，你猜猜我是谁？还逗呢！啊，爸爸好想你啊！嗯，哎，一会儿就回去了。对，啊，再等两天买好吃的。天天这时候，你看，那，啊，那天手机出事儿了，怎么了？他在洗手间蹲那儿正玩电话呢。哦，哎，这是掉了，掉了，但是没冲下去。哎呦，卡在口那儿，那赶紧捡啊！就这会儿来短信，哦，手机还是震动。哎，嗨，这多闹得慌啊！这个。打厕所出来就哭，那是，哎呀，手机丢了，跟儿子联系不上了，哎，嗯，没穿裤子呢，哎，穿上再哭也来得及，这，啊，好家伙，手机丢了，还能连上这玩意儿，一后台人都傻了啊，谁敢劝呢？没经过这，坐地上擦坡呀，哎呀，把我叫来了，啊，师傅您给看看，我，喂，哎。怎么了？手机丢了，跟孩子联系不上了。嗯，你再买一个去。嗯，哦，对，哎，这完了，这不挺好劝的吗？这不是买手机去了啊？一会儿买回来了。哎，嗯，哎 ，iPhone 12，哎，啊，有这个吗？乔布斯干小姨子研究的。好家伙，一点水分都没有了。嘿，给儿子打一电话吧，联系呗。喂，嗯，你猜猜我是谁？还猜？你是谁呀？又傻孩子，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问你个问题，是晚上妈妈和谁睡觉 啊？王叔叔，去你的！哎呦，谢谢，可了不得了！哈哈，谢谢。我这因为你们，我得开小卖部。谢谢各位啊，每次来演出来我都弄一车专门拉这些东西啊，无以为报，无以为报，谢谢各位。天儿也不早了啊，这个别人说相声说不了这么长时间，嗯，各位要是有累的您愿意回家呢，您也别举着面子不合适啊。那边有仨姑娘说不走了，姑娘今天可是2月15号。哎，我给你来束花吧。想法想法，相声有真有假，一说一乐，唯独这个行业可以跟观众互动。对，别的不行，芭蕾舞不行，是吗？人家跟这儿跳，你跟底喊，嗯，得把保安忙坏了啊，得全请出去了啊。唯独我们这行业是可以的，嗯，跟观众一起聊一聊天，当然别老搅和也不行啊，就咱俩人聊，这几千人也受不了。那是，嗯，一句半句，点缀一下，是不是？嗯，送这些花我非常的开心。哦，但是于老师不太开心。怎么呢？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人家家里有花圃花轿。你别提这个了，种那些个菊花，山药，他不喜欢这个。我给你们提个小建议啊，给于老师送礼的时候送一些个高科技的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电话啊 ，iPhone 12什么的啊。对，你认识乔布斯小姨子的啊？玩笑说玩笑，嗯。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用 iPhone 手机的就是于老师，是我买的早，喜好这类东西。嗯，刚拿来，你看什么东西？嗯，是什么呀？不认识。电话，哎，就一个钮啊！你看，你看，嗯嗯，划开了，哎，里边都有。你看什么都有，这都可以下。嗯，你看是吗？特别好玩啊！这个通讯录，哎啊，这是微信，对啊，微博。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嗯啊，飞行模式，哎，有这个，看着啊，试试。这不是神经病吗？这不是这么是飞行模式，摔毁了！哎呀，我手机坏了，哎，跟儿子又联系不上了。买一个去，单纯你知道吗？这叫单纯，这叫傻，特别单纯。嗯，拿一塑料兜啊，拿镊子往里边夹，好家伙，摔那么碎，来小勺往里边㧟。哎，对，
修去吧，可不是得修去吗？找那苹果专卖店。嗯，你好。嗯呀，于老师认识吗？啊，你啊，嗯，什么呀？都不认识了。你们这儿手机，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粉末装的？哎呵，坏了，给我修修。嗯，您这个碎的有点太离谱了啊。啊。我跟经理说一声啊，商量商量。经理出来了，漂亮之极，一个女孩，哦，22、23岁，经理，哎呀，长得好看，嗯啊，你去看咱们干演艺圈见女演员见多了啊，啊，好多人都捯饬的，对，抹的画的，好多演员就是啊，台上一块演出认识，洗完脸就俩人都不认识了，不认识啊，人这女孩没化妆，素颜，哎呀，薄施脂粉，淡扫蛾眉。个头、模样、矬个、相貌都非常好。嗯啊，呀，于老师，嗯，又特别喜欢您，嘿，我是您的粉丝哈、啊。哦，您什么事儿啊？嗯，这个墨粉，哎，墨粉，哎，我这手机，嗯，我试了一下飞行模式，就不要跟人这儿现眼了，实验失败了。哎，多新鲜！那您留下吧，啊，留下了，留下，我们看看您这个。是我们一个技术的新问题啊，新问题。哎，你们攻克一下吧。嗯，明天下午4点您再来吧。哦，去。转天下午4点，嗯，于老师又去了。嗯，女孩等着呢啊，给您这个修好了。那个机芯还行啊、哦、啊，我们重新调整一下。嗯嗯，外壳实在是太碎了。哎呀，嗯，我们给您换了一个，也不要钱了。嚯、哦，喜欢您的节目，是您的粉丝，谢谢您。递过去。嗯，于老师一接着手机，怎么样？怎么了？手机底下带了一张纸条，哦，于老师就愣了，啊，嗯，哎，这么愣啊我，嗯，想想啊，嗯，哎呀，还是刚才那个吗？哎，哎嚯，我再给人吓着，不是，我在想你那个状态，你想啊嚯，哎，他傻了吧？我不是，我是吐了，那是，女孩赶紧，嗯，您出去看去。哦，哎嗨，还不如这儿看呢。拿手机往外走，啊，找一旮旯地儿，手机揣起来，看这纸条。哎，还好，我要咬人呢，是吧、哎？我非常喜欢您啊，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哦，嗯，底下写着电话，您要方便的时候您约我吧。你瞧，还没人看。哦，长这么大啊，从来没有过艳遇。这是个正人君子，那是平时跟女孩说话脸都红，是你想儿子都不是他的。嗯，哎，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什么正人君子了？心哆嗦成一个了，没遇上过这事儿。人不风流枉少年，这话我于谦怎么了、啊、我这个该死的岁数 啊，这叫什么话？我就不能单独跟人相处一回吗？啊，有，找一酒店，要开房，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那这不像话，都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酒店的名字叫快捷酒店，怎么那么缺德、啊、这名字？到前台掏身份证扔柜台上，开房。哦，开房，开房，我要跟女粉丝睡觉。嚷什么呀这？嚷什么呀？开最好的房，还最好的。我叫于谦。嚯，我是不是生还？提这干嘛？铁路文物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别说了，这现眼都现到家了，您这给我开最好的房子，就最好的，要顶级的房子，是是，快，赶紧，哦，是于先生，好，开48，哎，这嗨，顶级的才48，给你，哎，就给钱吧，扔50块钱，找钱，还找钱呢，找2块钱一好了、啊，拿着钥匙，嗯，拿着盆，拿着拖鞋上楼，全自备，这模样还跟人开什么房去这？上二楼啊，拿这锁啊，还这锁呢，摘下来啊，门边打开了，推门进来，好，坐在这儿、嗯、关上，好，坐在炕上，嗯，心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您记住了啊，这边是心，嗯、啊、要这边是白鼠，哎，这也没听说过，嗯，噔噔噔噔，掏手机啊，哎，啊，你好啊，啊，谢，我是于谦，哦，我十分的想你哦，我在什么酒店多少号房间啊？请你马上来，约一摁发出去，群发啊啊！你就这错误犯的，你这个破玩意儿！哎呀，
感情摔完之后不好使，多新鲜呢！我的天哪，我会发到谁那儿去？哪有谱啊？谁会给我回？又回来了，回谁呀、啊？对门邻居的大姐呀、啊。说什么呀？老公在家，明天行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回来了，这谁呀、啊？家里的保姆。他说：“怎么才想起我来？”谁约他了？又回来了。这个呢？你表嫂。他说：“马上到。”哎呀，嚯！急性子又回来了，这是你媳妇儿，他花那个冤钱干嘛？回家来，嘿，真开通，又回来了。这个呢，说相声的岳云鹏，他说什么呀？大爷，我喜欢你好几年了，去你的！后来呀、啊，啊，行行行了，您这玩意儿还上下本呢。哎，我这玩意儿能说到天亮，你信吗？哎，这把我豁出去了，多快乐的事情啊！列位记住了，刚才这个故事有三分之一是假的、啊，还有真的是，全是假的啊！听听相声，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长命百岁比什么都强，是是不是？哎，好，谢谢啊，真有捧的啊，嗯，谢谢啊，多听相声，挺好。人呐，这一辈子不容易。说两句话，能活一百岁的也没几个人。是啊，有人说我这个最大的爱好存钱、嗯，我一定要劝您改掉这个毛病，不存钱。你真实话实说，钱这东西，钱要是不花，永远是张纸。哦，废纸。你钱多，当然在座我不知哪位您趁钱吧。嗯，反正最起码有一半的人没有他有钱。我有钱。哎呀，人家里有钱库，还钱库。打开这屋之后，满屋都是钱，从地上码到这儿。那么高，新的一沓一沓，嗯，每张都印着玉皇大帝啊，全是冥币呀，合着这得烧到什么时候？嗯、都是我那女朋友送我的啊，所以也就烧着玩嘛。钱没什么大用，存那钱是没真的。我存一屋钱，这一屋比北展这屋仓库还大哦，都是钱，那不是你的，怎么？钱只有花了才是你的。是吗？我今儿逛街花了一万四，嗯，这一万四拿不回来了。对，这一万四是你的，我消费了啊！我存一屋钱，趁四个亿，嗯，这关的不是好啊，马的不是齐去，关上门出去，嗯、来一车，咣怼死了。哟，你那三个亿的钱不定落谁手里边，是谁？所以说存钱没用，嗯，那么钱干嘛用呢？嗯，就是听相声。啊，都送到咱们这儿来。对对。当然说见天听相声，谁见天听相声？真是郭家菜就不去了吗？哎，哎，对，您还得一说一乐，还得多开买卖。哎，不客气啊，谁跟您客气？我这个跟您的买卖搁一块儿，咱们是配套设施，是吗？在这儿吃完饭，听完相声，上您这看看菊花，看看鸡去。哎，这是一条龙啊，挺好。啊，反正玩笑说玩笑，希望大家快乐长寿。是我们也是如此。嗯，说相声，咱们要多活些年。多给大伙儿说点相声啊，这不挺好？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今年于老师73啊，那么说在、啊、等会儿，我还在坎儿上呢，是怎么？你自个儿说，43啊，43，嗯，哎呦，可快了啊，快什么了？快73了啊，这好几十年呢啊，慢慢活着啊，嗯，你准行是吗？这个人说在，这都熬死了，他也死不了。我就那么好，但关键你看这脸色，这个气势，你劲头，这、啊、不是我奉承啊？怎么着？准能活到死？废话嘛，这谁不是活到死？真的不是我捧您啊，你是准行的，真诚。生活状态也好，没事那你想啊，吃那个菜，吃那个什么肉，都是新鲜的啊，不买外头的东西、嗯，心情又好。哎，主要是心情，是不是？嗯、而且养生有道，怎么叫养生？谁告诉他？早上起来喝一杯凉水，凉白开，嗯啊，早晨喝。晚餐别吃什么主食了，不吃了哦，多吃青菜，少吃糖，嗯，别吃油大，别吃炸了，就听话。那当然听劝。哎，前些日子他那马场新来两个工人，嗯，给马喂料，他还问了，嗯、吃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吗？吃这对身体有好处？哟，于老师，这对马身体有好处？怎么呢？哦，你还往里边搁豆子呢？嗯，啊，豆子是对牲口身体有好处。哦哦，尤其这黑豆，嗯，中医说黑的走肾，这是专门。给马强壮身体的哦，啊，补肾的。我吃豆子是补肾的，我就没听见牲口俩字儿吗？啊、耳朵上火。哎，我单这俩字儿上火呀、啊，这是没听见啊。
回家之后天天吃豆子，我吃啊，吃豆子，吃黄豆啊，那黄豆倒好，睡觉之前炒三斤黄豆，咔，三斤，三斤黄豆，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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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三斤黄豆列位啊，不少东西了，哪吃得了？吃完叫渴啊，哎，喝凉水，这谁的出的主意？蹲蹲蹲蹲蹲蹲，嗯，喝两大杯凉水，哦，三斤黄豆，两杯凉水，喝完睡觉，嗯，就这一宿，你琢磨这肚子里边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怎么叫化学作用？到早晨起来，就是、屋里边啊，叮当，嘟咔，当当当令当令叮当。当令当令叮当当当令当令叮当，花英山别唱怂了，干嘛还跟着唱？我放出一副板来是怎么着？就这屋里都看不见人了，至于那么暴腾吗？伸手不见五指，媳妇儿只要一睁眼坐着得愣半天啊！啊，醒醒啊！哎呀，我的天，脸上都土，哎呀，那蹦起来的是怎么着？看不见啊啊！坐那剔着牙，好家伙，还嘴里还有呢。您这玩意儿都塞牙，不至于的，知道吗？躺那儿最起码十分钟，缓十分钟，然后站起来、嗯，站起来再放个三五分钟。哎，好，残余的、啊、有时候这几个能把他送到客厅去。哎呀，这么大后座力，好厉害！媳妇儿天天定点看表，干嘛？看他快醒了，赶紧起。哎，先跑，穿衣裳出去，躲躲外边做早点，忙活。嗯、听屋里叮当当当铃当铃叮当。哎，那儿又开一场啊，一会儿差不多了。啊，他这才出来，天天这儿齐了啊。后来媳妇说：“我求点事儿、啊，别吃黄豆了。”哎，不行，你天天这么放，这早晚得出事儿，受不了。出什么事儿？嚯，你早晚得把你那肠子放出来，至于不至于？他可不信，你就这么说。今儿晚上五斤黄豆，哎，还加量了。哎呀，早上就叮当的了，吊门上去了。你瞧瞧，改了高派了，没听说过。叮当当当当当当，天天这出啊。媳妇儿愁的没法没法的。嗯，这天早上起来，厨房给他做早点。啊，头天他自个儿说的。啊，想吃卤煮火烧，北京小吃。卤煮火烧，嗯，就是猪大肠，对，猪肠子做的，加点洗完了啊，你就这么放吧。嗯，早晚你得把肠子放出来，生着气做。怎么了？哎、想起媳妇儿乐，手里就有肠子呀。啊，吓唬吓唬他吧。怎么吓唬呢？拿抹布把这肠子。擦干了，嗯，盘好了，嗯，一挂啊，进屋一瞧还没睡醒呢，哦，撩开被窝，塞被窝里了，媳妇儿出去了啊，上外边厨房包葱啊，等着瞧，嗯，在厅里边叮当嘟停了，这太有控制能力了，这个，就这门呐，唰就开了，哎呀，于谦站门口，嗯。傻了，这人蹭就奔厕所去了啊！二十分钟出来了，哦，站在厨房门口。媳妇儿，你猜怎么着？嗯，真让你说中了。是，我今儿真把肠子放出来了。好家伙！不过你放心，没事儿。啊，我又给塞回去了。是结果、哎、还结果老是连续，我可爱跟于老师一块说相声挺好玩的。有人说不爱听你们说这个很肮脏，嗯，其实列位来说，这一说一乐啊，一说一乐的事，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俗不伤雅，俗与雅原本是一回事哦啊，人古为俗，牙家为雅，一个牙字一个家，这为雅，嘴里说出来的是雅的。为什么嘴里说出来吃饱了没事坐在那儿咱们高压一回吧能说出来。人骨为俗，一个单立人一个骨字念俗。嗯，为什么加上骨子，人吃五谷杂粮势必要有这些个，上厕所了，嗯，解个手了，闹肚子都很正常的事儿。是啊，所以说没有俗雅并不存在。嗯，没有雅也没有俗，两者合二为一。哎，咱们这个农民叔叔地里干活，嗯，割麦子累了，累得跟什么似的，直直腰。哦，站那儿唱两句，准是山歌小调。可不是，不能说干着半截活站起来来一个我的太阳。哎，好，那晒秃了皮了，那是，那就是真热。哎，可不是真热，是不是啊？我从七岁学艺，嗯，干了这么些年来啊，
我力争要做到对得起每一场观众每一张票钱。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观众说郭德纲很俗，没人说过。哦，就是同行们他们挤兑你。列位您记住了啊，您各位藏龙卧虎哪行的高人都有，您记住我这句名言啊，你跟同行之间做斗争，如果你在专业方面打不过他，你必须要从道德方面下手。哦，真的。其实啊，我无心去争名夺利，我就是个民间艺人，凭能力吃饭挣钱养家，上有老下有小过我的日子。我并没想通过说相声就让我如何如何，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谁好的是谁的就得了。可有的同行不这么想，他老憋着把你弄死。可问题是你把我弄死你也卖不出票去啊。是吧？他不是说我死了你就会说相声，那是两个工作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很无奈。但是呢岁数也大了，不愿意争竞这些个了，是希望大家都好，包括在台上说于老师，这是工作安排。嗯，哎，你能告诉我哪位给安排的吗？这是我给安排的。不是，你这一张嘴要说百家事儿，全靠一张嘴模仿出时间地点人物，还得让您大伙儿笑，这不容易。嗯，你看个电视剧，你看个电影，说良心话啊，哪个都比相声要恶劣的多。哦，啊！你说我们这儿拿扇子打一下脑袋，哎呀，这个很粗暴啊！嗯，你电视剧嘟嘟嘟嘟机关枪死好几万人，你怎么能接受呢？也是，我们这儿说一句小笑话，上个厕所你觉得就俗了啊？那人电视剧、电影里边俩人一被窝睡觉，你怎么看的跟什么似的呢？嗯，就我这好歹我们还穿着衣服呢，哪儿你听段相声就学坏了？嗯，别把屎盆子扣在我身上，要坏早坏了，你就是那个玩意儿。实话实说，多听相声有好处，没有说听完相声出去劫道去了。是啊，听完相声心情好了，这一出门谁踩脚了不会生气。嗯，心情刚乐完啊，这你也不是诚心的，拉倒吧，不至于打起来。回家见父母高高兴兴，看孩子有笑脸，跟媳妇好好过日子，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嗯，包括于老师这个。我咱实话实说啊，嗯，节目里边势必要说到有一个人，这人是谁呢？我们得最快让您进入这个故事啊。于老师的父亲老爷子如何如何，一说一乐。对，演电视剧你知道这管这叫爸爸是假的。嗯，哦，他沾个胡子你就认头了，我们没沾胡子你就不认头了，对不对啊？再一个了，说句良心话，人本家都没不乐意，你管得着吗？哎，完了，于乐啊，怎么着？为了艺术，我说你，你愿意吗？嗯，愿意。我再说一，哎，这行了，摁瓷实了，说我没有没有没有，玩笑说玩笑啊。相声其实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是也是最难的了。哦，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干不了，就是这。您这份精力放到别处去，您真能成功干大事儿。嗯，在我们这儿可能干好几十年不出彩儿。哦，为什么呢？幽默对每一个人来说不一样，它的表达形式和角度也是有区别的。嗯，相声首先是一门心理学。哦，从您进了剧场坐在那儿，我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有意为之，带着您进来。什么时候让你笑，什么时候让你鼓掌，什么时候叫你安静，那都是我安排好了的。你听，哎，这是心理问题，这是心理学的东西。嗯，但是好多人轻视这个行业在哪儿呢？嗯，就是门槛太低。怎么叫门槛低？比如说京剧院招演员，来一位大爷，这个35岁下岗没工作。哦，你告诉他京剧院招演员，你去吗？他能给你嘴巴。怎么？我没学过，我上那干嘛去？他不会。但你要跟他说曲艺团招说相声，你敢去吗？他准敢。啊，就敢。哎呀，我会说普通话。嗯，我说话还挺贫，我还能不要脸，我可以去。哎，好啊，这叫什么思想？我要是嘴不利索，嘴不利索算南派校训。嗨。京剧好比是爬山，从山脚下一蹬一蹬台阶爬到山顶。嗯，山顶上有个门打开了，你才能算进门。哦，我们这行这个门在山根儿脚下，门打开是人就能进，慢说人狗都能进来呀。进门进来之后就算是相声演员了。哦，但是台阶在屋里边了。哦，谁愿意再往上爬？这是很累的呀。哦，得了，咱们都跟这儿忍着吧，好吧。哦，我也是艺术家。哎，你也是艺术家啊？这有商量的吗？你都是艺术家。哦，突然间夸进了一帮人往上爬，不把你弄下来我们怎么办？
那就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行难干就难干在这儿。嗯，四门功课，坑蒙拐骗啊。谁说呢？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嗯，唱指的是什么？嗯，太平歌词。对，太平歌词。有人说你说的不对。嗯，我听你们相声前辈说过，唱不是唱京剧、唱评剧吗？难道说那些个不是唱吗？是唱。嗯，但是那算学唱。嗯，说学逗唱的学。你唱京剧，人家有京剧院；唱评剧有评剧院；梆子、大鼓、什么歌曲，有专业演员在演唱。嗯，你唱是学人家，所以这算学唱。对，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演员必须要会唱的。嗯，这是必须的哈。这个唱几个，好，唱几句，大伙儿听啊。好，唱一什么呢？嗯，单刀会，《白蛇传》。哎呦嚯！骷髅叹啊，我没想到有人能知道骷髅叹啊。嗯，好，既然有人点出来了，嗯，我给你唱一个春景。哎，您什么脾气这是？我就这么个性。你让他猜着了，他下回不买票了。好家伙，嗯，春景是太平歌词小段啊。嗯，太平歌词带牌子。哦，春景可不是春景啊。嗯，哎，奇花一草云外飘香十方，美景又到艳阳，草萌芽桃似火，春光万丈，与人儿醉倒在杏花庄，到春来雁北忙，春日暖透纱窗，桃开杏谢梨花放，杜鹃声悲勾惹凄凉，渔翁樵夫水面山旁，牧童儿牛背爱把风，爱把风，风筝放，小桥流水潺潺响。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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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粉蝶双双无花忙，鸳鸯啊啊啊啊啊啊溪水雨吹浪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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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于老师来一个。嗯，谁说我来一个？好，哦，好好，好，您来一个。好多人都喊，他们喊的。哎呀，不要起哄嘛！哎嗨，哎，是人家喊的，可是您扇的我的呀，这个。大伙儿喜欢听你唱，嗯，其实捧哏演员很少唱。你想，但凡能唱能说，他不就站外头了吗？是吧？这叫什么话？但是您与众不同，好多人都熟悉您，喜欢您，你要不唱两句不合适。嗯，我还真唱。您说咱们唱个什么？嗯，我会的也不多啊。摇滚啊。嗯，要了命了。行，那你先给大伙儿摇一个啊。我后滚一个是怎么着？大伙儿喜欢，你看我们这我们后台啊，有几个不太爱张嘴的，像于老师啊，嗯，包括高峰啊，啊，有这么几个人，啊。但是要是真唱的时候，真是吓人一跳。怎么了？你看，你看，我看今儿高峰在了吗？高峰今儿没来演出。来来，要喝还真来了。哎呀，高峰今天没有高老师演出，措手不及，嗯，啊，没有高老师演出，他今天是来，哎，主持人是他媳妇儿，哎，对，他是接着媳妇儿来啊，哎，他媳妇儿。哎哎，回来，没事，一会儿你带走。哎，废话，多新鲜呢！高老师是我们后台能唱，您可别去。你看看我哪能唱？兄弟，你怎么了？你不早知这事儿，我不上来，我哪唱得了啊？你上来吧，找你媳妇聊天去。嗨，哎哎，就不行。不是于老师，您知道我哪唱过？您还是唱吧，要不我们都聊天。高峰是我们这儿是不是嗓子特别好的啊？你给大伙来一句，别多唱，来一句。我还真唱，你看看，听，哎，得了，呵，我都没听过他唱。既然大家爱听，啊，今天咱也高兴啊，那我就唱一唱。好，哎，嗨，太好了。您说唱什么吧？咱们来现代戏怎么样？京剧。哎，我知道他唱什么。哎，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您怎么知道这我拿手？你看看，也别多唱，就这一句啊！我给你唱前面，我呢要学那太声，你上后边，一轻松是你的，高腔我来，听你多高啊？没问题，没问题。我当面吆，嚯，这调门行吗？您最好再高一点。嚯，嘿，你瞧，既然唱吆，再高点。我这一会儿你还得往上翻呢，你管不着。吆！谁踩你肾了是怎么的？好家伙，这有点太高，这调门高点啊！我这就上不去了，上不去上，上不了了，就疯了，尽你所能吧，啊！吆！就这调门，哎，哎，行行行，吆！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天籁之音，哎，谁要跟你握手啊？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评价一下，评价我听见什么了？我就评价。他说他没听见，废话，没注意，上来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吹自个儿，谁忽悠忽悠的呀？这是唱的好，你听不见，真好真好，注点意啊！再来一个好不好？哎，我也上瘾了，再搞一支啊！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纳闷去吧你。哎，红灯记啊，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李玉和，这可高，核心唱段。云，哎，金船，好。四郎好，哎呀不，出监，哎，不行不行，你就拉出来吧。嫉妒是我嫉妒你这个嫉妒，你这憋什么呢？这玩意儿，什么叫憋什么呢？这高腔您没注意、啊，哪儿有高腔啊？完了，您于老师，您、啊、你耳音不成了。老高，哎，咱们再来一个吧。我也这么想的。哇、啊哦，你看看这都开始了，这出戏多好。来，哎，唱。哪出戏啊？也好，啊，自个儿都没听见，声音太吵啊！对，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就接这四个字儿。哎，来，哎呀，哎呀，活活没死，累死我了！怎么鞋开战了，你就美了是怎么？鞋怎么开？废话，我看你们俩净剩跺脚了，跟着唱的多好啊！哪儿好啊？就这玩意儿，你打刚才你真是，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看不起劲儿的，哎，我给你拿馒头去。哎，回来，哎、不用不着馒头。他说了，当着各位，哎，你能来吗？我谁都能来，大家欢迎你来一个。这是你看，这不是这么容易的，我告诉你。这还有什么难的呀？这个这会儿这不好来着呢。你枪火这喊喊嗓子吗？于老师，哎，啊，您先练习练习啊啊啊！哎呀，我都看见猪大肠了，这玩意儿哪儿？这还用喊嗓子？来吧，咱们在家哈，啊、当然在家啊啊，尽你所能，嗯，你家，嗯嗯，哎啊，行吗？可以，嗯。一见公职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心心间站立公阿门，八大庆强。哎，来来，你们俩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怎么着？哦，啊、嘿，哎，来呀、啊！我就是真唱不上去，那不废话吗？你倒吹呀、啊！不是，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谁缺德呀、啊？本身这就高，低的时候还起这么高，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我就唱得上去，有型的，你看这就抬杠了。抬杠比打花挣得多，真唱得上去。嗯，那你唱啊？你唱前边啊，我给你起头来。
听着啊，我打家伙啊，来。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我们把他请唱，真好。哎，你说我干嘛？你接这个，接着唱，再来，站立宫我们把他请唱，叫小牌他上去了。天儿不早了，嗯，不走啊？我走。我也不知您各位是没有房啊？哎，谁说的？卖了房买的票，这是、啊。谢谢各位吧，你们大伙儿这么鼓励我，我都无以为报。我跟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吧。嚯！您刚才说哪段让播呀、啊？哪段都不让播啊！但是节目的好坏不能用播出作为标准，这倒对。老百姓喜欢就是硬道理，哎，因为这个岁数人，我们俩人说两句话，这43了，对，啊、我也25了，嗯、我们您25了，原来25啊，25，我原来还14呢，哎、那瞎说，14多少年了？25是去年的事，哎呀，这个岁数嘴里有把门的、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嗯、同样的话呢，这儿能说。您回家哥们儿朋友不错聊天酒席宴前也能说，这不是闲聊吗？我们自己有底线，嗯，嘴里有把门，不能胡说。哎，就这岁数您都是过日子人，是不是？嗯，有，当然有真有假吧，是咱承认。嗯，刚才说于老师有媳妇儿，这是真的吧？那多新鲜呢。有孩子，孩子是真的。嗯，孩子不是我的，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快说、哎、是是是是，你孩子是他的，可不是吗？可有一节孩子跟他不亲，干嘛跟我不亲呢？你看你又想歪了吧？我想什么歪？怎么回事？你看看怎么跟我不亲？你准认为孩子跟我多亲？不是，我撑的是怎么着？他这个岁数，他40来岁，嗯、孩子刚5岁6岁，为什么呀？嗯，要孩子晚，那就对了。那些年说相声不挣钱，弄了孩子谁给看着？嗯，多大挑呗？这是到后来我们大伙都帮着他，然后回来说这个。要个孩子帮着要劝他，这不用帮劝他要孩子，这才要孩子。嗯，孩子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啊，那这倒不对，对不对？没错，老头老太太不容易啊，是70-80岁给他看孩子。嗯，爷爷奶奶看孩子有好处，嗯，首先说是放心啊，那是准疼，不是外人，但有弊病。什么？溺爱。对了，奶奶多疼啊、嗯、老太太奔80了，嗯，弄个孙子哟，爱的掌上明珠一般呐，隔辈人。哎呦，喜欢的不行，小孩宠的也不像样啊。你算算，嗯、啊，这都快上学了吧？嗯，天天还得吃奶，或还没断奶，跟奶奶一块睡觉还得吃奶，列位。啊、你说他叫奶奶，他没奶呀、啊，多新鲜呢！这跟名儿有什么关系？这话并不脏啊，列位啊，家家如此。谁家烟头不冒烟呢？谁家没有过老太太奶奶老了来哄着睡觉，这很正常。那是啊，你要说跟这里边你能听出肮脏来，你得枪毙一天。哎嚯，多大罪过，这把话说到头里边，你知道吗、啊、老太太哄着，后来大伙儿也都劝啊，这个6岁快上学还吃奶。对，街坊大爷都说、嗯、你别让他吃奶了。干嘛非大爷劝呢？说着玩儿。大妈干嘛去了？大妈陪你爸爸聊天呢。嘿，好家伙，整个一胡同都是乱的。嗯，鱼鸡大鸡窝，这边不是就说是，大伙儿也都劝、啊，老太太开始舍不得，真舍不得，是，就是让孩子吃吧，天天哄他睡觉。嗯，后来说不行，这、嗯、确实不行，不行那就想办法吧。嗯，想什么办法呢？没辙，上药铺买那个龙胆子，就是紫药水啊，咱们手上抹的紫药水。啊，老太太买那个过来干嘛？把孙子叫过来。嗯、啊、小孩过来干嘛呀？嗯，该上学了啊，不能再吃奶了。
啊，干嘛这是？小朋友笑话。嚯，伸手还够利索，知道吗？看见了吗？啊，站着钥匙啊，看着、啊、钥匙啊，不，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别往下说了。不是，等会儿，这到加油站了是怎么着？这，这不能吃了，听话，做一个乖宝宝啊。嗯、啊，哎，就别亮相了。嗯，哎，嗨。哪有一巴扎黑呀、啊？还、嗯、孩子吓一跳，呜啊！奶奶这怎么挂一望远镜？哎，这像话，没见过紫白鼠。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还聊不到一块儿去。孩子哭，给我洗了去啊！洗，你看老太太疼，洗吧，啊、不成，到水管子这儿、啊。哎呀，不听话呀！有这么洗的吗？别甩了，不听话。嗯、啊，来辣椒油。辣的，看着啊，啊啊，辣椒油，嘿嘿，酱豆腐，嗯，韭菜花，呵，香菜啊，孩子，我吃包肚，好，全想起来了，这可怎么弄啊？买敌敌畏毒药，就是那个大桶的那个啊，喷苍蝇、喷蚊子的敌杀死，哎呦，就那个啊，买瓶那个搁在这儿、啊，外边逮一个蜻蜓来，啊，跟屋里。嗯啊，过来看着，蜻蜓啊，嗯嗯，飞，拿这，喷它，再看蜻蜓，嗯嗯嗯，死了，一掉个，要给自个儿，嗯，哎，想香了，还吃吗、不吃了，害怕了，孩子不吃，啊、转天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他爸爸中毒，哎，这里。好家伙、啊、来警察了赶紧招了吧、哎哎、是我是上他那儿去过谁去、啊、谢谢啊大伙儿这个太热情、嗯、谁家说相声都说到半夜这说不过去了哈、嗯、大部分观众都没动但是也有人住着远的、嗯、住着远的回家您别跟我客气啊该走就走啊我会记住你们的哎好家伙有一姑娘喊住这儿了啊姑娘，你真是条汉子！哎，好家伙，有这么捧人的吗？这是什么都没有，这怎么？你不像于老师，他能躺在鲜花里边。这我要死是怎么着？谢谢大家，无以为报。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难得父老乡亲们容让我这么多年是站在舞台上这儿胡说胡唱。没有别的，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啊，谢谢，希望你们健康快乐、嗯、啊！还是那句话，多听相声有好处。嗯，哈、啊，相声里边反正有时说一些话，我自个儿都听不下去，真的。是吗？我都能听得下去。哦，你这么一说，又想起你们家的另一件事情。别说点别的吧。哎，他们家其实挺好。嗯，嫂子也是一个好人。真的、你有要说什么你先跟我说一遍行吗来不及了这好那您就说吧我就是这么淘气你知道吗、啊、怎么那个嫂子说句良心话有时候台上拿他开个玩笑后台碰见他我都不好意思至于我也是真臊的是啊台上说人家那个其实人家在家里边嗯挑不出毛病来挺好的大好人嗯他跟家里什么都不干啊嗯甩手掌柜的早晨一睁眼这就走了嗯奔他那马场玩去了哪些个鸡都等着他对我也这样家里边媳妇儿不容易啊嗯先给老太太得送到门口的医院、嗯、腿上扎那个针灸扎刑针哦送完之后给孩子送了幼儿园上学这回来给公公做早餐、啊、还没吃到哎伺候老头吃完了沏上茶水老头坐在那一看报纸嗯儿媳妇还得问中午吃什么呀呵这说他得伺候着嗯不容易啊中午吃什么老头撇着大嘴嗯饺子嘿俩字饺子他看报纸、嗯、儿媳妇和面擀皮儿、嗯、弄菜和馅儿
包完了，煮连蒜都得包好了，给老头递到跟前来，多周到，真不容易。说两句话，嗯，尤其这些年还好点，搬了家，当年住的那边那个住西直门那边那会儿那个屋里热，那会儿空调也不行，那没就没有。嫂子那会儿，哎呦，就一说弄饺子，大天热的，就这种剁馅儿啊。你又想起什么来了你？怎么意思你啊？夏天嫂子跟屋里剁馅儿啊。夏天呢，列位，夏天怎么了？ 谁在家里穿的这么整齐？那不整齐也不能光着。嫂子穿一大背心儿啊，家里做的水裤啊，就自己家的。什么叫水裤？家做的大裤衩，裤、嗯、了膝盖，这一松紧带儿啊，剁馅儿，两把菜刀剁馅儿。不是你想，他剁馅儿很投入啊。他这胳膊就跟着抖楞啊，啊，肩膀抖楞，浑身都剁馅儿，要那么投入干嘛呀？你就说剁馅儿不就完了吗？剁馅儿，浑身跟着较劲，怎么了吧？松紧带儿，他也有松的时候啊。对啊，对，可不是有松的时候。太投入了，嗯，就这松紧带儿，嗯嗯嗯嗯，怎么了？又往下滑，又往下出溜。他没注意呀、啊！哎呀呵。这都能没注意，屋里还有人呢，啊，老公公在屋呢，我爸爸，老头不能老在屋里啊，啊，保不齐上个厕所，出来一趟，打那屋出来，啊啊，哎，好嘛，逮这个呢是吗？哎呦，一捂脸就回屋了，看不下去，戴眼镜去，没看清楚，行了，没看清楚是怎么，还挺天真，还托耳塞。哇，哎，这行了，看啊，不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哎，哎，就给提上去了，也是好心。儿媳妇急了，嗯嗯，哎呦，这么大岁数，你这是干嘛呀？误会呀，要不这让外人知道怎么着啊？啊，儿子不在家，哎呦，这闲话都多了。那是老头呢，其实真是冤枉老头，可不嘛，退休老领导人什么没见过啊？见过什么呀？这能见过什么呀？听着。儿媳妇跟着骂街念山音，嘿呀，老头脸都红了啊！哎，咋地咋地啊？又扒下来，老头这一手之后，全是连续的。我这玩意儿都说了天亮去啊，就这多一说一乐的事儿就得了。嗯，今天来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把他们叫出来，各位再认识一下。好，好，来介绍一下啊。嗯，打那边开始，这个状态您也认识了哈。嗯。十二生肖里边属冬瓜的啊，有这属性徒弟啊，郎鹤炎、嗯。旁边这是张鹤伦，哎，这是翟国强老师。嗯，我们这行的大辈儿谢金，四辈儿都干这个的啊，岳云鹏。好，都介绍完了。哎，这。不是可爱、嗯、我这个妹子这个那妹子啊，这个孙悦啊，嗯，一个任晨曦的相声演员、嗯、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嗯、这个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嗯、把这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各位，谢谢啊，谢谢、嗯、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你们有意思吗？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啊。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嗯、哎哎呀，有时候不那么亲、哦、
勾心斗角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一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再见。